台北市长江峰旭今天下午先巡视了市立仁爱医院，由卫生局长王耀东和院长何贤忠说明了各种新式的设备以及医院作业的情形。张市长也巡视了大安卫生所和市立和平医院。张市长对各项新的设备都表示满意，但是希望各医院能够自己供应水电，更进一步地改善便民的服务，简化作业的程序，对贫苦失医的患者和家属要特别的亲切和蔼。同时，筹设急诊医院的计划必须赶紧实现。